接下来我们要欢迎31号参赛者曹琼月小姐，请34号吴建鹏先生走。主持人，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现场嘉宾，大家好。曹琼月小姐要带的参赛歌曲是一首国语歌曲《囚鸟》，我们请下面保持安静啊，声音太大了。 人想袂晓，需要一个勇敢头。
张庄王是谁的？